再看一下门口那一边。那你先帮我拍一张，他传回群组，让小猪哥去调一下路口监视器。他从功孝街那一边那个方向过来。我买你同款啊，你话唔是买我诶？要我正面吗？要用另外一个画面，等一下。就掉这个。你先传回那个群组就好。你跟小猪哥说他是功孝那边过来，然后拉掉那边的路。那我再放大在你这边。哦，好啊，等一下，我先过来打。哎，你想干咩无？无。好，那嫌犯到达现场的时候，本来是说要换现钞哈，那因为他打开收银机的，打开收银机了以后，就歹徒跟他表示说他手头没有钱哦，那经济拮据，那请店员给他方便，那店员有跟他劝说，他自己本身也不方便，那你请。这个歹徒不要为难他，那后来就店员就自己付钱哦，就拿了一包香烟给这名歹徒这样。